6月7日，海南海口，有媒体报道称，美兰区美院路春江一号小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。一辆小米 SU7 纯电动轿车在驶出停车场时，冲向非机动车道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和路人，导致一死三伤。其后，小米官方发布声明称，相关事故发生后已经第一时间介入，正积极配合警方进行查验勘查。经配合警方调取车辆后台数据，事故发生时车辆各项状态正常，制动踏板状态正常，加速踏板处于持续下踩状态。我们已经向交警部门提供了事发时的车辆数据报告，后续将积极配合协助警方的调查，有相关结果我们也将及时披露。小米还提到，相关媒体在没有了解事实数据的情况下轻率描述车辆失控、刹车失灵等言辞，已严重失实。同时小米称，将诚恳妥善配合车主及相关事主关于此事故的善后事宜。